marketry，很多美国人都不知道这个词儿，它是一个其实从法语过来的词儿，就是一个当时路易十四他们做家具的一种技术。This is natural wood with a pink grain called tulip wood. 所以这个本来就是这个木片最原始的样子，这是还没有染过之后，这个木片本身就带了这个粉红色的这样的花纹。这是路易十四最喜欢的木头，这个是 maple 树，然后把它染成了黑色。他会先把这些木头砍，就是切成不一样的形状。先剪，然后剪就把它贴在一起，这是第一步，然后第二步才是做成那个你们后来看到各种各样的一个大的形状，然后最后他就把所有的图案放在桌上，然后这样子交换，就是把这个剪的放到那边，那个放到这，直到他做出了一个他想要的满意的一个图案为止。而且就光做那个技术现在其实已经没有几个人了，但是当 Bill 要做这个，他决定要做他自己的 marketer 的时候，他觉得说我要做一些别人不再做的东西，所以他就会做一些非常抽象的东西。就是如果你们去博物馆看到那些老的路易十四期间的那些家具，同样用的这个技术，他们会非常容易就裂开来，因为它老的这个技术是有局限性的。然后呢 ，Bill 就一直想研究说，我怎么样能把这个技术往前领先一步，让它就是藏家买回家，它不会自己就裂开来，他就自己发明了一个新的技术。